今天要分享的是转蛋，可爱的飞鼠造型公仔，全套六款。好，这是转蛋的第一款。是飞行状态，感觉比较像飞鼠干。然后有看到使用说明上可以这样扣在别的东西上面。再来是红色，第二款是编号5的手指上款，然后它设计上是可以这样扣在手上，像指环一样的。再来是蓝色款，蓝色款是编号4的版本。编号4的版本，粉红色，粉红色一样是这个尾巴可以当备孕姿使用的版本。下面炸感觉比较像干啊，哪里像飞鼠。然后再来是黑色，黑色转蛋里面的是灰色版的飞行状态的飞鼠。
然后再来是最后一颗绿色。灰色款的放在手上的老鼠，全套总计是六款。全套六款，那这三款飞行形态的尾巴可以当杯缘子使用。